希望自己能够通过舞台来表达阐述自己的思想和想法，并且觉得这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。我个人希望准备一支作品的时间是越充分越好，因为可以反复打磨，处理一些细节。希望10年后的我依然是朝气蓬勃、活力无限的罗一舟。